对，对，我们要分工合作。然后侦查员就是好像他可以看到在就是我们看不到的地方，他能看到他，看到敌人这样子。哎、哦欸，没有，上次真的。嗯，然后扒手就是旁边有一只猴子会帮你，哎、欸，可能旁边如果是像有一些是 NPC， 你要去抢他的钱的话，就要用那个猴子去抢会比较容易。哦，宠、嗯、物猴子好啊。欸、然后清洁工他、就是、可以选一样吗？还是就各一、啊？我记得不能，不能，这是各一。好，对，清洁工就是你走到那个没有防备的敌人后面，他会直接晕眩，就是你要去撞他啊，堵他，他就晕眩在地板上，秒晕哦。嗯，我想玩清洁工。好，好，那我选，我随便啊，就这样。好，我就这个啦。他可以解锁型。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玩 Monaco 抢劫游戏。Monaco，、嗯、Monaco 这个为什么捷克的是 J 是变星星啊？我不知道啊。我的中文讨厌那个 J 啊。你是变骂脏话？我哪知道、啊？那音乐是两个字的脏话。对啊，Demon 应该是 J 跟 A 要被变迷迷啊 ，F 吧。啊，准备狂按空白键，因为他有个故事要先按掉。嗯，刚刚杰克在抽烟，杰克抽烟对身体不好。我刚 loading 完，刚 loading 完，我在哪里？在抽烟，在哪里啊？欸、他是不是有变啊？对他有改更新，当低的呢。我是红色的、嗯、哦，好。那、啊、怎么开门？怎么开？碰着就好了、啊，碰着 就好了，空白按住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就往前撞就好了，就一直走一直走，往那个方向走。哎、欸，他大改、欸哦，嗯，他要改良模式，不然以前就只是认识方格、嗯。对啊，今天小心警卫，今天有繁星，我需要小心警卫吗？杰克，目前他没有看你，他那个有分，就是你看他看的方向，有可能被看到这样子。哦、嗯，他被看到的话，他会有个惊叹号，有个问号这样子，然后这边可以尿尿。哦这是多人上厕所的游戏吗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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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尿尿，我尿这边。怎么尿？按着方向，对啊，按着方向。嘿嘿嘿嘿嘿嘿，大家一起尿一起尿。哎、欸，有人在尿的时候，其他人不能尿哎、欸。也是对啊，对啊。啊！可恶，烂游戏是哦，会啊。隧道，哎、欸，好新手教学。嗯，有啊，以前有啊。这样哎、欸，他们哎、欸，走错了，走错了，走错了，碰警报器！你们为什么要碰警报器？谁啊？我，垃圾冲太快，哎，走，逃狱，走，啪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等一下，你们逃狱颜色啊？我觉得我需要打一下颜色，可是等一下换角色要再打一次。也是哦，对啊，对啊，不然大家会都不知道谁是谁。然后你看有人哦，有人哦，下面有人哦，有人哦，有人哦，小心哦，那个问号小心不要被满哦。好，然后这里面脏话蛮多的、哦。被追了，记得可以躲在草丛里面不是吗？有草丛，这是我被追了吗？啊，我被打了，我被打了，我被打了，你打他，好像都不是追我，怎么打都打，就是空白吧，还在什么？没有，你只要从他后面嘟上嘟他就好。可是你现在是，那只能打那个，只能打那个没防备的。打他！我关灯哦，关灯。好，关。我还没进入状况。走，你在哪里？我是红色的。我是粉色的。哎、欸，还有个人呢。色的，啊，我在车里面啊。我叫猴子开车了。猴子开车吗？这么帅。走了，红色。所以这样就一关了，这个是新手教学，哎，就教你怎么玩的。好，按按。那我就一样是蓝色就好了。嗯，那我这，然后我是打一下大家的颜色，我也打一下好了。哎、欸，可是你这一关结束就多一个紫色的了。嗯，那、欸、紫色不是杰克吗？没有，我是粉色。对，我还好。等一下，不管。感谢圣母。我会打一下好了。我看一下、啊，等我一下、啊。
是这个。聊天是短一点。好，那我要设定一下。感谢小哈记，繁星杰克，哈记是蓝蓝，繁星是黄，杰克是粉。哇，今天的网络是不是红？对。月是红，看一下我的网络，等一下哦。我这边还可以。好，我好了。这个有点长，放在这里好了。好。为什么这样子？好，我好了。安安安安。结果不是应该是绿色吗？没有绿色，没有绿色，没有。那我是不是要让一下颜色啊？嘿嘿，Go Go， 刚刚什么鼠啊？什么鼠？希望接下来顺。哎，哎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拿枪，拿枪枪，看这个。所以是要用到滑鼠了、哦，对，滑鼠会用到，会用到、哦，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哎、欸、哎，左键可以那个，哦、左键开枪而已，就不会看不到鼠标。有啦，有鼠标啦，有啊，你滑鼠要一下，你动太多了。哦，他被骷髅嘞、欸！等一下，我完全看不到哎、欸。你滑鼠要滑一下，你看你像面向哪边，你滑鼠就往光盘方向走。哎、欸，他滑鼠会超过视窗，会移出视窗。看你现在面的视线在哪里，他一到哪个方向就往反方向滑。还是我现在没枪了？我还是没看到滑鼠啊。你现在没枪？你现在没枪啊？你没有枪？你没有枪？哦。啊啊啊！乌鸦。摩纳哥铁路。摩纳哥铁路。摩纳哥铁路。这看不到路，看不到路。哎。获得十个硬币，可额外获得一个子弹，好哦。可然后 shift 走路可以就是隐匿走路。下，躲起来、哦，躲起来、哦，有人哦。我怎么弄他、啊？不行啊！你要从他背后走过去，在他没有防备的时候。还是只有特定角色能弄他、啊？对啊，我吧。清洁工、啊、你不做事，可是我啊就很不会啊。等一下嘛，让我熟悉一下嘛。我被追了，我被追了。我带着尸体到处走啊。欸，他来了。可以开他吗？啊，走开了。你们怎么还有子弹？我都没子弹了。哪边可以捡子弹？十块钱一颗，十块多一发。可是我的钱将会不会就没钱？我的钱在哪里啊？我没看到我的钱啊。钱弄得很卡，很能狂卡。是哦，海岸线，走，全部一起走。我狂卡吗？我今天看起来还好，还是我刚好那个刚好学到比较稳的伺服器。嗯，知道。哎、欸，紫就这个、啊、紫色的，解放紫色。尾气油桶变紫色的啦。在哪里啊？走啊！紫色可以打破墙壁、哦。紫色打破墙壁，来，看到。哦，敲墙壁喽！这里能敲吗？哦，也可以，好猛哦！抢劫喽，捡钱喽！那里还有人呢，跟他讲话。哈哈哈！他是，所以这是直接走了吗？对啊。啊，又多一只角色了，紫色。叮叮叮叮叮刚吃饭的可以敲敲敲。嗯，鼹鼠，鼹鼠。好，后面还有骇客啊，好像真。我用鼹鼠来，我改个颜色，我变紫色。看我还是不要打谁是谁好了。麻烦哦。
还好啦。今天是什么台啊？今天是随便乱玩台。随便乱玩，随便乱玩台，随便乱玩，什么都可以玩。盗走护照，我在这。烟雾弹，新东西。我直接敲进去了。哦，想起来了，就刚刚红色这只可以看到敌方位置啦。如果没有这只的话，就看不到拳头了，懂吗？敌人的位置现在才看得到。你们记得去吗？可以啊，都可以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只是在想怎么搞位置啊。我要继续扁他吗？啊，扁的，你要绕后扁啊。二楼，这里吧。哦，这样吗？他睡着了。嘿，哎，我在里面偷钱的。在偷钱的。有电脑也可以使用，然后会蹦出一个你的小骇客，跟着你跑。哦。进来！那、啊、这边，关掉这个。你关，因为我没办法关。杰克，帮忙打杰克，打人啊！哎呦，打架，杰克！我在帮啦，等一下。哦，我什么都可以敲哎、欸。后面有些你就不能敲了。我触动警铃了。哇，拍谁？我们先出来吧。来了。我跑出来了。是，我现在要怎样？要怎样？先找地方躲起来啊！哦，好。哎、欸，我可以躲在草丛里面敲墙哎、欸。他关警报了，他关警报了。哎、欸，他怎么没关？他怎么不关警报、啊？好了，来，右边。警报是哪些啊？只用电脑会有个小小的一個跟著你。哎、欸，有骇客了。有。没有，这个正常人都可以用。不知道控制他那个吗？蓝色是谁？蓝色是我啊。哦，白痴哦。正常人都可以使用那个。然后杰克，我跟你讲哦，红色是危险，绿色是安全。啊！警报！我外面躲，坐在那边。我躲起来了。出去吗？不是要去总部吗？没有，我们只是躲那些而已。哦哦哦。哦，我去楼上等你。你为什么直接把门打爆？这样比较快啊！哎、欸，警卫，警卫来了！我直接把墙打穿一个洞。啊，管他的，就直接走上去了，不管了啊！走！来，硬闯，帮人解除，快来！硬闯！楼梯在哪里啊？右上，总部这里，往总部走。好，总部右上。这都拿了吗？全拿了。我们全部都拿了，玩什么？哎、欸，杀一个！总部，我们要帮忙哟。完了，没有，他要被堵了。我要躲起来。没事。还差一个钱吗？在哪里？有吗？在哪里？哪里？哦，你们不是说差一个？差你呀、啊？没有啊。哦，你说还有一个人还没上去，没关系啊，到处可以躲。没有啊，刚三个堵在门口，你也过不来啊。嗯，走。可以啦，还有各三个各欧一下这样子，拿到奖杯带回车上。奖杯在这里，哎、欸、嗨，安安。哦，没戳到、哦。我先抓到他了。我快踢。奖杯在哪里啊？在中间。啊！我被Q呀！奖杯在中间了，好、哦，有人在拆墙壁了。拿到了！走了！嗨，粉色的在干嘛？等一下，你不能敲墙壁啦！你为什么不刚他、啊？你刚，不是撞他吗？从他屁股撞他、啊，看我还是不太会撞，直接出去吧，上面吗？下面？上面，好，按，这里怎么都有线、啊？这是一个我还没有搞懂的游戏，这里都有线，我过不去啊！你去闯啊！别闯了啊！直接闯了啊！好，走，嗨，安安。
偷放个屁。感谢披萨。他钱是一起算的吧？嗯，我觉得我蛮喜欢，我要继续挖洞。错了，那我就一样锁，可是我还是玩其他的好了，还是锁亮给杰克。也是可以啊，还是要清洁？你要调查员，调查员就是看那个的啊。啊，你当扒手啦。好，用猴子就好了。我负责打人。换颜色喽。他即便粉色。负责敲人，然后杰克变成黄。什么时候跳舞减肥条？问团团呢？好 ，OK， 好。嗯，Go， 暴力破解法。